检查就这个盖子。 拍个视频给他，知道怎么拆这个刀，基本上都看得出来。嗯。这个一定要注意，拆出来啊！这个削的有方向的。削有方向的。就是说这个盖子是盖这边的。 OK， 你削那个，你盖这边也行，盖这边也可以，但是说你拆按照原来的，按照原来的位置装回去，它这个你看不出的话，是吧？对。那我们做个记号，我的，比如说削大头的这边，对，这里有字的，我们在这边，看到没？有字的，你看我们现在把它拆，把那个刀拆出来，还要拆一层螺丝，对，就这些呢。 这拆了差不多快12个螺丝了吧？嗯，不止12个。我们就不让它掉到地上了，我们就把它稍微锁一下，在这里就行，卡一下就行。哦，行。然后这个，这个是啥？这个也是镶三根，这个有点紧。 这个是钉销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不一样的。嗯，这个不好，不好拆。嗯，这一根，这个三根销是一样的，这根这里。哦，还有一根销在哪？对，然后就这样拿着吧。哦，哎，三根销啊？嗯，我就这不是就有两根吗？是啊，这里啊，这里还有两根。 我说三根销是一样的，平时就跟一般比较磨的比较多，磨了你可以用点两个来代替，把这个旧的放过这里来可以。嗯，就这样子，就是刀钝了，就这三，这里有200，怎么这个都没。 哦，两把长的，两把十字，两把这样的。对，这两把是一样的，两把是一样的，一把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就在中间。嗯，就这样装的时候这样装，这样装，这样装。 嗯，就是一层叠一层那种。对，装进来就行。嗯，然后就这样放进去。然后又像刚才一样锁螺丝顺序锁回去是吧？对。装的时候可能刚开始不熟悉的话有点困难。这台机刀有点紧，没装好。 装的时候拿个小工具把它，那你就是塞进去多长？你是怎么确定的？你这里有孔啊，就孔对住了就行。对，大概它也不会很平，就是用个小工具把它圆一下。我现在都装的不是很好。嗯，在这里面用小工具把它圆一下，嗯。 圆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放进去，消防进去。对。哦。怎么不对呢？ 这个销是没有正反之分的吧？没有。是啊，那也就没有什么特别，就
那可能就是位置没有对到位。对，档不对，看一下。不一样的就在中间，你这个是你那客户那里的是2.5的，2.5 5.0的吧？对，这样。这样子，上好了之后再上。先好中间的销是吧？对，先上好中间，然后上这个，再上下面的定销。对。然后这边。那边这样子，推过来就这样。这个是椭圆的哦，这个东西是椭圆的。椭圆呢，然后拧出这两个，用螺丝刀拧这个，它可以调整那个间隙的。是，哦，就是中间那个间隙是吧？对，这里，你看，这里插下来有间隙的。哦，它是椭，哦，懂，它是椭圆的。对，这个东西是椭圆的，那这里是绝缘的胶的，这里接收服电源的，这里都有间隙的。OK。然后就现在这个拆下来就差不多了，然后拧紧就行了。这样也装上去就行。OK。那装。这个盖子，这个面跟这个面，这面是一样的，知道吗？啊，这面跟这个面，盖住的。然后螺丝在那边，然后这边也锁住一下。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是用来就是去废尿的，是吧？对。这边就是这样子装，再装这个就行，这样子装就行，拧这个螺丝就行，这个东西还要拆下来搞一下的，这东西先不装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装。